基因组里，以食用安全剂量值对大大鼠酒店喂食毒性测试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那个吴教授。哎，谢谢吴教授。对不起啊，那个 point。好，那个，那我今天啊，就是刚刚谈到的啊，就是说我只要是对基因毒性啊，就牛肝是组织体啊的安全剂量值啊，还有它的喂食毒性的实验。那我想那个牛肝是整个产业啊，整个产业就是这个领域啊，不止产业，甚至连学校机关也受到影响。因为怎么讲？就是去年啊，某一家媒体，然后给了一个报道啊，写了一个报道，然后说牛肝汁啊有毒，所以说做研究的自己心里也蛮疙瘩的啊。然后产业的话啊，那看起来是哀悼鸿鹄啊，哀悼鸿鹄，因为消费者不信任啊，牛肝不信任。那我们今天啊，最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啊。看这样子啊，那我们测试啊，测试的样品啊，基本上啊，它的缩写啊，就是是牛肝脂质啊，脂质体。那今天我在这边讲的这个脂质体，就是说以牛肝脂100%的脂质体去进行啊这个毒理测试跟安全测试啊，是自然是第一次。那以往发表的大部分只是发酵的解脂体啊，发酵体。那因为成分啊不一样啊，刚刚那个吴博士啊，刚刚吴博士也谈过啊，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分析啊，就说很清楚的分析啊。好嘞。那在这边啊，先就说谈到是100%的牛肝脂质，就是说100%的牛肝脂质，换句话说，它不掺任何东西啊，不掺任何东西，用最原始的啊，最原始牛肝脂该有的东西啊，该有的成分，然后去进行测试啊。那这个制程大概就是说，低温干燥，切丁。汤为棉黄，然后就直接就烘焦了。那利用这个成啊，利用这个成，所以本实验啊，本实验是利用这个啊，就是说不掺任何不循迹任何其他东西，说最原始的这种牛肝脂的100%牛肝脂实体粉末，然后进行测试啊。好嘞，测试样品的话，首先要去了解到啊，首先要去了解到它的一个食存安定性的问题。那这个食存的话，就在最严苛的环境下啊，就比如说30度到60度的保湿度，然后食存10个月，那十个月，然后基本上啊，就说它是没有差异的啊，一开始的样本，然后经过十个月啊，六十度啊，保湿度的食存。事实上，它的成分完全都没有跑掉，都维持一致啊。然后去分析它的 HQLC 的总基因面积，基本上它是一样的，所以用这个来进行啊这个毒理测试啊，因为毒理测试时间蛮长的啊，至少要6个月以上啊，那产品不能有任何，就是说测试量也不能有任何变化。好，另外一个产品的 quality 啊，也要交代很清楚。就是说这个产品啊，就品质啊，第一它不能有重金属的检出啊，另外就是说它不能有塑化剂啊，然后270种啊产品需要啊，不能有264项的农药也不能有，还有一些
病原性的微生物比较多，细菌性。要在这个的话，就是确保，就说牛樟芝啊，就100%的牛樟芝的植体，会不会对啊？对，会不会产生啊毒性的问题啊？啊，那这个整个啊毒理测试啊，那是参考啊，参考那个健康食品法的啊的毒理评估啊的第三类啊。大概做金毒性，还有90天胃腐毒性啊。那这个是啊产品啊，就是说透明胶把它拆开以后，然后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啊有土黄色的粉末，然后用 DMS 溶解的话，啊大概是这个啊橘黄色啊啊。那首先啊，我们进行金毒性的一个评估。那金毒性的评估分成三种，那第一种是。MS test 就是回路性突变，就是说这个测试的样品会不会引起突变性的问题啊？那第二个是染色体的变异的测试啊，会不会对 chromosome 啊，然后产生一些啊一些变化啊？那另外一个啊，就是有没有就是这是一个维格测试 ，micronutrients test。那我分别来啊。分别来啊报告结果。那首先啊，就是回路突变试验，那所采用的啊这5个菌种啊 ，Salmonella、TA98 啊，然后啊100啊这等等。那这5个菌种基本上都是基因有缺陷，那它没有办法合成这一个成分啊 ，bisphenol 组氨酸啊。那测试的目的啊。测试的目的就是想要去看啊，看它会不会突变回来啊，变成就是说它已经啊，它自己可以合成 bis。所以整个实验的步骤大概是这样：你先把这一些啊，这一些突变进出啊，然后先把它养到一个程度啊，然后再加药剂下去啊。那药剂的话，我们把它分组啊。大概就是说啊，就是分成三组。那第一组是阳性反应的控制组，那阳性反应控制组加一些突变剂啊，加一些突变剂。那这个阳性反应控制组的话，就是说就保证它一定可以再突变回来。那这个是 lack control 是阴性对照组啊，那只有用1%的 DMSO。那这个金黄色、土黄色啊，那这个是我们测试的100%的牛樟芝量。所以各位看以后报告的话，你看到这个颜色的话就是牛樟芝，然后那绿色的话就是阴性对照啊，那红色的话就是阳性对照啊。那分成这三组以外啊，另外在这个测试样品里面都会去加或者不加啊 ，without S9 是。肝脏的化学物质，那加这个肝脏的化学物质，其他的干嘛？就是说，这个药物进到体内以后，然后它经过代谢，那代谢的产物会不会对啊身体啊会不会产生毒性啊？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说，把这个饲料加进去了以后，然后放到这个培养皿上面来，然后去培养啊，48小时，然后去看它上面出现的菌落啊情况。那基本上如果是阴性对照组的话，因为它没有办法合成组氨酸啊，所以它的生长都受到限制啊，这饲料非常少。那如果是 positive 的话，就说它有再突变回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边长很多啊，这个肌肉性就出现很多啊。好，那这边在整个测试以前，那我们当然要先决定啊，先决定它的安全，就说没有毒性的剂量啊，没有毒性就不会把这些细菌杀死这个剂量，那这样做才有意义啊。那大概是啊，大概在5个 microgram per ml 啊 per plant。里面啊，是可以来做的，是一个可信的结果。好，那这个是针对啊，针对这一支菌 PA100 啊 ，PA100
然后利用百分之百牛樟啊，去看百分之百牛樟株会不会对它产生逆突变。在这边出现的啊，这个是一个阴性对照值，那可以看阴性对照值啊，不管有没有加肝脏活化酵素，大概它的出现的结构是大概170左右啊，170左右。那这个是阳性对照值的话啊，那在没有加肝脏活没有加 S9 的时候啊，那基本上就是没有经过代谢啊，没有经过 original 的东西啊，那它这个逆突变啊，就这个结构是就到飙到5000啊。那另外一个加肝脏活化酵素以后啊，它就飙到6000。那我们来看啊，我们来看啊，今天的主角啊，就是牛樟芝100%的牛樟芝子实体。那基本上它出现的结构是啊，跟阴性对照值基本上是啊，就没有显著的差异啊，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平啊，同一个水平。那其他刚刚是针对 TS 100，那针对98或者是100，那基本上我们来看阴性对照组都出现少的肌肉啊，在这个98的话22，那在 TA 100的话是170左右，但是阳性对照组的话啊，在这边就会从标了10倍以上了。那有加 S9 的话啊，它这边的话就飙得更高啊，就飙得更高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经过它代谢以后啊，不是这个是这个阳性对照值嘛？那这个 TA 100的话啊，正常啊，阴性是170啊，170这边5000的6000。那我们来看牛樟芝子实体子墨，然后在不同的剂量之下，哇，它这个值啊，基本上都跟阴性对照值没有任何显著的差异出现，所以啊，那另外其他102、153、1537啊，基本上也是一样啊，就阴性对照值啊是这样子，然后阳性对照值它就标的相非常高。那在只要牛樟芝啊粉末的话啊，那基本上还是维持跟阴性对照值啊在同一个啊水准啊。同一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，就是说100%的牛樟芝子实体粉末，然后并不会对基因突变啊，就是说并不会产生啊就回复性突变的问题啊。那另外啊，第二个的基因处理啊，我们是做体外哺乳类染色体的异常实验啊。那各位知道染色体如果发生异常的话，它经过有丝分裂，然后从一个变两个，那子代的话也会出现问题啊。那只要看啊，牛樟芝粉末会不会对这个染色体产生啊异常？那这个实验的时候啊，实验所采用的细胞啊是 CHOKY cell， 就是中国仓鼠啊卵巢细胞啊。那先用啊。细胞培养到一个浓度，一定浓度以后，那我们把它分成测试的时候分成三组。那 positive control 啊是加了麦多麦信啊或者 CP 啊，那 next control 直接加 DMSO。那在这边的话啊，牛樟芝子实体的话啊，粉末的话啊，是从1.25到5毫克每毫升这种剂量浓度啊，然后把这个加进去以后啊。然后大概培养21小时，就把它停止加 Hosemi 啊，就是秋点天使啊，它是一个抑制纺锤体形成，就是让它不要细胞就停在那边，不能再分类啊。接下来啊，收集细胞，然后再加啊这个低张溶液。那低张溶液加进去的话，最主要目的就是让细胞膨胀啊，细胞膨胀开来啊，然后再加固定液啊，然后从高处往这个 slide 一，让这个细胞破掉，在这里啊跑出来，然后用显微镜啊1000倍就经过染色，然后在1000倍下啊进行镜检。首先也是一样，要去决定啊，要去决定那个对这个秋蟹啊没有毒害啊没有毒性的溶素啊，那透过 MPDS 啊，那得到结果是大概就是每毫升0.125毫克的话，可以维持到70%左右的一
个细胞的一个存活度啊，所以基本上往后是用这个来做。那染色体变异啊，染色体变异啊，那我大概可以把它分成啊，比如说单股变异啊 ，chromatin 单股变异，那会有一个相互异位的问题啊的出现，或者甚至 deletion 啊缺失啊或者断裂的一个情形。但如果是 chromosome type 的话，是两股啊都会产生变异的话，会形成一个两个环，就 dicentric 或者是变成一个 ring 啊 centric ring 啊。那这一些如果近景的时候发现啊这种现象的话，基本上就是看就是染色体有发生变异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结果啊，就说这个对牛樟芝子实体啊，对这个秋蟹啊这个实验啊，在阴性对照组的话可以看到啊，不管就是没有加三价的活化酵素都是有加的啊。那它的染色体变异出现的一个频率啊，在阴性对照组大概是3到3.7左右啊，3到3.7。但是在阳性对照组的话啊，它这边马上飙啊，它的 frequency 啊频率马上飙到13.5啊，然后加19这一组飙到14.7啊。那我们来看牛樟芝子实体粉末的话啊，在这几个剂量浓度啊，基本上它都是维持跟阴性对照组在同一个水平啊，同一个水平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变异到底是哪一个位置啊，在什么位置啊？那我们来看啊，这个是针对啊，就是没有加单价活，活性活化酵素的啊，这组别啊。那阴性对照组啊，频率大概三，就是100个3个啊，3%啊左右。那大概 deletion 1.3 啊，intra-chain 0.3。